之整理襟章。喂喂 ，Rolly， 你做紧乜嘢啊？我都唔知啊，我拍紧车啊，我油紧颜色，我喺度插紧花啊，而我咧喺做一座高塔，摆起晒我啲嘢。哇 ，Betty， 你呢座高塔有啲咩喺度噶？睇先，喺一楼咧摆咗我啲书，喺五楼系科学仪器，喺九楼系午餐饭盒。在十四楼是缝纫用品和皮革制品，在最顶的天棚摆着红公仔。整理好啲嘢，即系齐齐整整放翻好所有嘢。放翻好，放好佢呀！我哋可以有好多方法排翻好啲嘢，队长呢就会用佢嘅襟章。A wolf， 跟形状牌。A wolf， 跟颜色牌。A wolf， 唔止系咁，佢仲会跟大细牌。哇！一齐执嘢啦！执翻好啲铅笔先啦，我哋跟颜色